掌声欢迎南方二重唱。我觉得民歌呢，在台湾的音乐史上呢是无可取代的。是，我就想说，今年的这个元宵灯节为什么都没有民歌？只有台北市政府听到我的心声了。谢谢台北市政府，不能把民歌忘了呀。对呀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附近也有我们的朋友啊，我听他说啊，今年灯会除了因为冷嘛，所以人潮就比较少，其实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没有民歌，对不对？而且明年民歌就40哦，各位朋友，民歌要40了，即将民歌嘉年华要展开了。民歌在我们这个代表我们自己台湾的这块土地，是一个已经变成是一种文化了。对，我们两个是听民歌长大的。很开心在进入歌坛呢，是以民歌传承者，对，然后我们活到现在。我们呢是硕果仅存的二重唱，我们是最资格最老的啦，各位朋友。要讲到六个字吗？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，牌子老品质好。其实今天啊，我在后台就想说，
这个元宵节大家一定都要拜个晚年什么的。其实大家你知道吗？今年是马年，大家都成功了，因为马到成功了。对啊，其实大家都已经成功一半了哈，因为马年到了嘛。是啊。在这个我们在民，只要是民歌的演唱会啊，在后台大家都，我们都跟大家一样非常开心啊，因为就像跟老朋友一样，这个在叙旧一样。我今天知道说啊，我们唱殷正阳的后面啊，这谁排的？开玩笑，不会啦。这个小杨哥呢，这个大家的耳朵是雪亮的，对不对？最近这个对岸啊，很多这个歌唱比赛有没有？他们真的不想活的，叫殷正阳去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太这个美声的歌王就是殷正阳最棒了。这个而且呢，我都会在上台前都跟小杨哥说，请不要唱得太好，请你随便唱唱就好，不然怎么唱你后面？真是讨厌，还好我们两个人啊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很特别的，因为这首歌的编曲呢，我们请我们的好朋友殷这个董运昌啊，我差点讲殷正阳。董运昌是这个吉他诗人，帮我们编了一首歌《风中的早晨》，谢谢。把手机给我们好不好？唱的时候呢，我给他看这只手起鸡皮疙瘩，你们两个时候我就两只手都没看，长泡了，长泡了，太可怕了，那个秋蝉啊，哇塞，我们后面至少有13个工作人员，
大家都说太可怕了，民歌有这么强大的力量。哎，对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民歌继续传承下去，叫你们这你们家的孩子啊，也可以听听民歌嘛。有，就有人要听民歌，是到草坪那边去，想要骑到马上面去听你们唱歌，结果马就倒了。所以倒了，再次呼吁大家，很危险，千万不要。就说嘛，我们那个场地呢，再给它弄大一点。我们下次直接在小巨蛋办，好不好？等等，我刚才说错话啦，我刚才说马到成功。哦、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他想让大家成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待会喊 Uncle 成功的话，哎，这个你们就好好注意一下。现场民众很热情的，为了防止他们喊 Uncle， 我们就这一段直接先加一首歌。你好聪明哦，对。然后是现场清唱，我们要不要开放点歌？这样你们会不会害怕？好啊好啊，既然我们今天唱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我非常大相送。对，今天看到这么多朋友，我太感动了，而且今天又那么热，对不对？是，我下去来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要点歌的举手。好，那个举两只手的，两只手都起鸡皮疙瘩吗？请不要点救灾精液哦，也不要点那个双节棍。他们，我怕他们点姐姐啊。好玩的。来，什么歌？动不动就说爱我，这个朋友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也要点这首歌。好，真的，这首歌大家愿意吗？我想现在动不动说爱我也很少有二重唱在唱了，没有了，就只剩我们了，就剩你们了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唱会太累了。所以两个人呢才算是经典之声，来现场清唱，直接点播了哈，来欢迎南方二重唱。每个人都错，错在自己太成熟，轻易让爱上心头，让爱上心。真的，这种歌声呢，没有办法让大家今天好好的睡觉了。那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，就在今天了。我以为是唱得太难听，不能再点了，不然你的那个胡子会长出来。我怕鼻子会变长了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硕果仅存的二重唱，三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，绝非浪得虚名。这前面这三首歌我相信不够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就看大家的掌声了，好不好？再大声一点，这是我们南方二重唱长风下的独白，谢谢。
我真的对在场所有朋友们有特别的钟爱，我解释一下给大家听。刚才那两首歌啊，我们大概有10年没有唱了，真的。因为我觉得今天是民歌之夜，我特地为在场所有朋友们挑这两首歌，选一些比较没有在唱，但是很经典的，太经典了。像这刚才这首歌曲，你们只要把随便一首民歌拿出来，那些词太隽永了。像刚才那首歌是陈云山老师所写的，对，前面那首歌是我们最熟知的马兆骏所写的。然后我跟大家一样哦，像我们刚才在后台听到这个小殷正阳大哥呢唱了一首，我们也蛮觉得，哎，殷正阳也会唱《微风往事》啊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民歌来讲，我们这些民歌手都可以拿来一起唱，这就是民歌的魔力。你可以叫那个蔡依林唱《双截棍》啊，他一定不会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些民歌手呢，都会唱一些别的歌手的歌曲，这就是民歌的这个伟大的地方。刚才那首歌好听吗？可能你们会有一些人比较不熟悉《长风下的独白》，对，可是它非常的 country。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歌的这个编曲呢，再给他打一下广告，他叫做董运昌，他弹的，弹的好不好？我也希望能够有一天像他弹这么好啊。嗯，好，好，真的很开心能够在今天跟在场所有朋友们一起共度。虽然元宵节已经过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今天呢，老天爷非常的棒，他让今天算是入冬以来应该最暖的一天，最暖的一天了。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四只冰棒在台上，不会不会，我现在非常的热情。这样好了，既然是最后一组艺人嘛，哈，刚才已经有清唱，我再让大家点一首歌。好，梦田哈，我们有准备哈，还有什么啊？哦，来了沙，没有办法，同不同意？因为他抢得太凶了，就为大家带来这个海里来的沙，我们清唱一段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是否遇到那海里来的沙，随着潮来潮往，遇上了我？你是否？是否回答海里的沙？你只有右边哈，左边就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会唱到10点哦。好，来来来，会被罚钱吗？这位朋友，你们想要听什么歌？奔放，奔放。好，果然都没有点那个年轻人的歌哈。那奔放奔放，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没有这个鼓哈，也是用拍子来。我怎向往奔腾在大海？我怎盼望飞翔在天空？自由自在，心胸开。我会紧张哎，为什么这个最后一句来？我不管，刚才我没有听到大家唱最后一句。请你听听大海深深的呼唤，请你看看天空亮丽的阳光。一起来哦，来，放奔放。
情啊。是，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刚才那位朋友也有点到的，我最喜欢这首歌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有意义，献上祝福，献上所有的朋友们一种激励的感觉。对，梦田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南方二重唱。